我是毛东华，我嘉兴，我在嘉兴南湖，我生活就是南湖，我准备去南湖逛一下，走。这里是南湖，放大给你们看一下，是南湖，不忽悠你们。这里有座桥，叫做南湖桥，桥的对岸有群老哥在钓鱼，所以这个就是南湖了。这里怎么湖里面还有红绿灯呢？看见没有，这是一个红绿灯，估计是就是船开过来的时候他告诉你红灯了，你就不能过来了，我觉得是这个情况。走，我们再去前面拍一下。这边啊是个医院，这不是普通的医院，这是军事管制区，所以一般人啊进不来，我们就只能在外面拍拍了，感觉也是没有机会进去的。南湖就在我的右手边，我准备啊去给你们拍点视频看一看。走，这里是一个小推车，上面有两个垃圾桶，这改装非常成功。这里怎么还能唱歌的，这个厉害了，果然不是一般的地方。我已经看到船了，南湖的特色啊就是船，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不懂历史的人需要去看一下中国近代史。这是一座桥，就刚才有红绿灯的地方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果然是通行用的这个红绿灯。前面啊是一些游船，这里是一个岛，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，前面又是一艘船，这艘船啊比较大，给你们拍一下。很多人啊没有来过嘉兴南湖，不知道南湖是什么样一个情况，看了我的视频你就对南湖有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认识了。这里是一个党徽，视频啊结束了。